我是仓鼠三哥，最近有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三哥你家仓鼠不怕阳光啊？为什么我家仓鼠不怕阳光？你们看一下啊，我这个都是放阳台上养的，但是我的布局是跑轮是面对阳光的一面，还有我放垫料就是白十字纸，它自身就有反光的功能，而且纸层都是特别厚。这么厚实，它们能钻到底下，阳光也不会直射到它。至于不怕阳光，就是在外边洗，在阳光下面射久了吧，习惯了。布丁它是自己都能躺着面对阳光，它是因为它毛色是黄色和白色的，它自身就不吸热。但是紫藤弱一点，但是它们知道在这里边待着。说你的当妈的吃够没有？